接下来，我们欢迎这些双簧基友子社团有三台，超凡博士纪念基金会，友谊之声，民间思改会。 是咱的，只是看天来，那不要紧，管后面都后面，天边的海景，伊的生活，想到都是我惊，我家己，家头都家己明白嘛，我心内是无人做到，无人一定到嘛，不幸福，我一定家己出来吃，怎样样？ 结束了吗？大家觉得我们真的要转型正义吗？我们要不要改变？我们要不要用行动让这个政府有所警惕？以前革命可能要拿刀拿枪，现在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如果你不再出来，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。来，跟着我扣完手举起来。 团体的朋友们，掌声鼓励他们，非常的辛苦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劳动部，谢谢。